这，这是因为发一点啊，一，会当修行累积了，这个发一点，常常讲，咱要下功夫哦，来要用功啊，那么光明，要有。 德行啊，所以法要修立心嘛、啊，行啊，就在行动中不离法啊。众生有偌多诶烦恼，或多诶智慧啊，就要用偌多诶方法来改对。 咱听一句话讲：爱护千秋浪，苦海万丈波。可见咱众生啊，会遇海迄种波浪啊，有时阵弄潮啊，会淹没了一切，所以必须要。 有法啊，来对比法，那就是爱用智慧咯。佛陀来人间呐，就是为着众生烦恼无边。佛陀呢，一来都是一滴水源道，释放水源啊。 谢菩萨的心愿，咱有四无量心、四方誓愿，有心就爱有愿啊。众生无变，爱誓愿道。佛陀呢，教育弟子爱向菩萨道行。当然，要讲这条路呢。 都爱成走过这条路，意思就是讲，佛伊家己伫咧修行诶过程中，累劫累世啊，就是行菩萨道，所以即个法啊，智慧，那就是如海咯，所以叫做法海。 的无已经是修过去诶，内心已经积足智慧啦。那伊个行行就是啊，所看的，咱目睭看会到，耳仔听会到,到,到，咱感觉会到，即位人格者。 大觉释迦牟尼佛所说了法啊，咱应该信任，那叫做定哦。所以啊，法海德上无边，那就是因为呢，的法性共无眼，人诶法性啊，人人分别 所以，天天要甲大个人提起啊，好多行一过诶路，咱凡夫同款诶行一过，但是凡夫啊，只爱哩个无名烦恼起底，那面对着，或多或少看个诶方向安尼行，行一过。 咱众生都会当过，所以这就是因为咱众生啊是有本具这个法性，就亲像你要开一台车，迄台车的性能技巧，即台车的性能嘛是技巧，只要有人去伊发动，方向对准呐。 迄台车会当行过，共款开车即个人方向也对准，共款即台车会行一过，道理共款啊，复多几然生活，再来人间说法，咱虽然凡夫啊，已经无用所及，定论啊，伫即、這个。 浴海中，现在已经了解啦。相信佛说说法啦，咱呢，就想对着即个方向开发咱自信，一心万灵。大家人嘛爱相信，人人都有本具一心，这一心万灵就是。 佛性，所以呢，佛性共无涯，人人都有啦，唔是囝呐佛啦、啊，普天下偌济个众生，共无边际，囝呐众生数都无边际啦，无边际个众生呢，都有无边际个佛性吼，所以啊，佛性本自然呐。 佛的性啊，本来就是自然呐。那人人呐会当相信，自然的佛性，离咱无远。尤其是呢，咱人人真贴切，真自然呐，就是伫咱的内心，这个佛性啊，本来就是遐尔自然咯。啊，所以啊。 分呢，而是已经将这个自然的本性啊，已经呢发挥在迄、那个法海的无边哦，所以诸佛菩萨遍地相云无量，伊用的慈悲就是要救济众生，那智慧呢？ 就是运用道众生的方法，你要有悲心，你要有智慧，智慧慈悲呢合起来呢，安、啊、尼平行。所以常常讲，佛道的十法之中啊，有一个法叫做两足尊。是啊，两足尊，那就是。 比地相闻，有两支真天空一卡，会当运用啊，照遍天下。嘛买下，哎，有进继续，哎，两支发挥一种所以继续比地哈，有慈悲，有智慧。 这叫做量足准啊，运行这个大智慧啊，这都是咱啊爱堆积的。所以，人人应该爱信佛所说法，更爱信诸行的是基础，佛陀有弟子会当相闻，咱若是同款有弟。 有装备，有智慧，咱嘛会当记住啊。所以毋通对自己有情视吼，咱开始来讲方便品吼，那就是应用方便诶。力吼，那参加迄个卡妙诶元素来披露。 正用弘正，正就是无偏，不管呐，伊是虾米款的根基不多呢，只是用着迄个正确的方法，要安怎来甲伊教导啊？著亲像伫咧起厝，不管大经诶厝，小经诶厝。 伊诶地基一定要甲拍得真稳呐，厝诶形要安怎做做？形虽然无共，毋过呢，迄、那个基一定爱拍得稳，呐，这才才会当真安全呐、啊。所以，这个、风就是风。 正呢，就是正确的道理哦。无管做虾物代志，伊个基础，那伊个理论一定爱真正确，一真正确个道理啦。那么还是爱看经济啊，安尼去甲伊思考，这叫做卡妙。 那要解讲话呢，也都爱用真多的譬喻啊。从新根基无正解啦，学到慈悲呢，都要对机道教。不管伊的根基啊，是寡啊低啊，是小根小基呢，或者是大根大基。 佛徒一定爱对准着伊个根基设法祷告啊！看经文是安尼，大家都拢伫咧读经啊！啊，读经呢，唔知影经内底个意义足多啊！啊，小囡仔也唔知，因为。 经文真深啦，也无对着机啦。啊，人人呢都知影讲，哎，从经中来得法。啊，毋过呢，就是啊，无对机。所以呢，伊只干那念心无入，无入伫迄个法。 發唔當深入心內，所以必定要将即个经文提出来。好親像咧看《金曼典》共款啦。在即个大地虽然也種落去，也都係學農夫呢，咁去解看《金曼典》哦，等等啊，所以要用种种嘅方法，伊説。 咯，阿妈是啊，常常讲哦，虾米叫做主啊？主著是无言大主啊！啊，虾米叫做无言啊？无言著无言啊！啊，是要安怎去救人啊？啊，都爱个会结婚的眼熟，啊，都去解解说。 无言的意思，都是无去甲伊分别，分别讲你甲我有关系无？无去甲伊分别，啊，你是毋是我所关心的？是毋是甲我有缘我爱的？无去分别遮，因为呢，又有可能，难道爱发挥了迄份呢？爱的力量去甲伊牵引，去甲伊接。 哦、人，我既然知影即个方法，也也知影人世间啊，即种诶烦恼起伏啊，无定时。那好多来人间呐，要来接引众生。虽然目前看来呢，好平安啊，世间人讲有福啊，但是呢。 嘅話，若因嗰部人嚟嘅事，所以知係佛法嘅好，就甲即个佛法咧，要引導佢，佢可以當我那有机会去做好，即嘛就是講教父，那教父要嘅人去帮助贫困嘅人。 这叫做无言代足，虽然伊现在呢无亏欠什物，毋过伊有亏欠的就是福，将也未到的因缘果报都给牵引，互伊铺路去做福哦，给伊富中致富，佫会当做得真欢喜哦，真嘛是叫做福相。 家福吼，富中家福，这呢叫做无言大主啊！逐个人安尼听，感觉着讲啊嘛愈听啊若亲像咧愈复杂，无言大主都听无啊！啊若会阁讲甲伊，甲我无因缘，啊伊也阁无亏欠，啊,啊,啊,啊我到底要去甲叫啥嘿？ 好啊，都爱搁再讲教，爱知影因缘果报啊。那人有做福啊，著、就是享福诶时阵；也、啊、福中呢有十二事啊。那、啊、一看是福克强，那、啊、著、就是一生中承受福报啦、啊。世间间毋就是。 常常听到啊，某某人啊，真落魄哦！啊，即个案子呢，过去是真风光，过去啊，名利权势拢总有啊！啊，就是人生皆无常啊，经过了某种的因缘啊，哇，变成了呢，家破啦。 人落偏啦，财产败掉去啦、啊。哦，这是人啊，那会当的，风光的时，著已经咧有人伊牵议啦，这福气啦，啊，业现前的时，那主人诶死嘛。 我就会真自在吼，也知影因缘果报啊，按怎样来累积，度过了伊最困难的时阵。所以讲起来，人生啊，有真多呢，不可预测，佛多来人间啊。普遍对所有的众生，要来开启伊的。 智慧，小根小基啊，听无啦；重根重基呢，也无法度通体会。所以佛陀呢，就爱适应因的根基，拢总破失教法吼，那这呢，就是叫做显卡之眼如哦，那就是譬如。 伊若听唔捌，啊，咱就改；譬如，互伊听，譬如，佫听无，就改砍掉东西来做，互伊呢，立地即个皇宫里嘛，做甲真欢喜，就亲像环保菩萨啦。咱用目睭看起来，哎呦，这环保啊，讲是环保，其实是粪扫啊。 啊，这些粪扫咧，拉拉杂杂，安尼修修做一下,下来，啊，那会才多人，遮欢喜去做呢？因为遮多人啊，已经体会到啦，也觉悟啦。人生在人间呐，天地之间呐，万物之贵重啊。 咱安怎会生活？现在，伫即个大乾坤啊，s u t a i n 不掉啊！伫即个大地的资源啊，已经用用得要打去啦！啊，地下有滴滴抽来制作真作的物质，地下的水啊！ 不断的的抽啊，就是呢，人啊，不断啊用水啊来在嘞享受生活中享受的这个水，那、啊、生活中啊，啊，用这个水啊来养鱼呀，用水呀、啊、来做这个农作物呐、啊，用水呀、啊。 高楼大厦吼，那遐尼真多的水，那不管是大地需要的水，那么或者是呢，有个人啊，就是用吸呀、啊，不断的抽地下水，损失了遐个水呢，那来淹没在。 生物啊，不管是水中呢，以为死死定定，伊本来呢，著、就是伫自然诶溪啊、河啊、海啊，有伊自然诶环境。那人生呢，为着利益，所以著将伊诶环境中呢，另外制造一个环境。 所以呢，地下水滴滴抽啊，啊来用鱼、用虾、用水族的物件，啊来牟利吼。那、啊、这都是人类的错误啦，错误都已经过去啊，啊要安怎呢？现在爱弥补，要安怎水资源呐？回收重复再利用，那、啊。 油啊，滴滴诶油啊，已经抽到特别大咯，一点点消磨去。那制作成了种种诶物资，即物品啦、啊，那就要安怎样甲伊回收人类呢？减少抽地底诶油啊，将即个物件国回收再做综合利 一個一当製作人类所需要诶器具物品啦，伊要減抽地底下诶油，真诶，就是环保菩萨啦，为咗保护大地，嗱，炼油诶过程啊，嘛是污染诶空气，等等啦，人类伫即个大地生活。 大家人敢阿伫咧消费、消磨，那即也无觉悟，爱有一群呢已经体会觉悟的菩萨，安怎样？甲这拉拉杂杂的物件呢，人废弃掉，该修化来，开始的时，伊想用爱心啊来收集这的。 粪扫，但是呢，入去这个粪扫中啊，哦，渐渐体会啦，原来呢，每一项的物质啦，互人丢掉去的物件，内底呢，包含着遐尼正多的道理存在，物理啊，都是存在伫所有物质的内底。 啊，家的老菩萨啦、啊，年轻的菩萨啦、啊，智慧呢，将这个大地、物质的内底呢了解啦，所以呢，爱惜物命，一份真甘愿的爱惜呢，所以啊，修尽办法，要安怎甲回收得来，修愈济愈欢喜啊！如此如此 但是因呢，收越多越欢喜，爱付出的力，搁在越多啊！哦，付出迄个力的，嘛是足甘愿啊！所以福中做中得欢喜啊！因已经迄种的体会到，那非常善解的自在啊，因呢，未去感觉遮是垃圾的物件，因真。 安然自在，甲即个一堆诶物件呢，变成了呢，回归是人类呢所需要诶物质，真诶，这就是爱用智慧顺顺现有啊。那得到这个法了后呢，哇，伊都是真欢喜啊。有时阵伫边啊人感觉。 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老菩萨，这社会啊，奈何向情况呢？哦，当处长啊，教授啊，啊，你的人格安尼走伫粪扫中啊！好、哦，逐个人呢，毋捌个人啊，真不可思议。知个人啊，伊已经觉悟了。个人，他这就是伊了解得了迄个真体个道理。 所以呢，那人间那有真多种诶根基，要安怎样，可以喺生命中发挥伊最有价值嘅生命了。所以啊，好多嘅智慧哦，来人间啦，要甲咱讲，咱人人呢都本具即个佛性，会当教道理呢，人间一切啦，不管你伫虾米时代。 时代虽然是无共啊，佛性是熱吼、哦，所以即、这个佛性呢，是遮尔咁自然，適应,应,應时代、啊，適應根基，会当应时道教啊，会当应機道教，即係就佛學多一啲，用方便嘅教法啊，巧妙。 在言说中呢，我不多是要启开大家人一份分享，与天地自然合一吼。那、哦、环、嗯、保菩萨就是安尼，甲天地合一啦，甲一切物境呢合为一体吼。所以，因真用心付出啦，对众生之。 机啦吼，适用教化之法，吼，那在这种大时代呀，必定要明大是非呀，也那是对大劫难的时呀，也都要培养咱的大慈悲呀，看看天下呢，遮尔正多的灾难。 看到蓝天白云啦、啊，人间菩萨啊，普遍了在每一个国家，当迄个国家有什么款的灾难，人有什么款的苦啊，那就是要适用伫迄个空间、迄、那个时间所需要，所以这些适用哦，那众生。 接受了佛陀的教法啊，无处不在，无处不能施现的法哦，所以法啊，这就是啊，普遍哦、啊，啊如海江宽啊，这就是佛的方便智慧，适用教化之法，这叫做方便智哈。 方便品的内底，仔仔都要讲出了呢。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导众生？不分伫虾米款的时代，咱的法呢都是无有时代一障碍吼。那、哦、看这个时代。 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施展你诶智慧，伫迄个时代里吼。所以啊，咱若要知影佛诶方便地啦，必定要先了解佛真实伫吼。那真实伫都有两种咯：一、实法；第二叫做实伫，即著是佛。 智慧，咱要了解吼、哦。佛的智慧呢？第一，即、这个实法啦，就是一心之力，必须妄想、分心、平等无变异，就是一生呐。唯有，一代生，唯有，一代所因缘佛来人间呐。所谓实话呢，是一心之力啊。 啊，一时之利呢，就是直、啊、指人心啊，明心见性。毋、嗯、过谈何容易啊！因为众生呢，希望啊，所以佛陀就要、啊、开始用其他的方法，安怎互众生会当离离开这个希望啊？咱。 所看到有形无形啊，眼呢、鼻、舌、身啊、六根啊，对六、啊、定境啊，咱就伫迄个所在呢，定境安尼带伫咧，迷啊、盲啊，毋知影讲吼，世间啊，原来一切都是虚啊，名啊、利啊、感情啊、地位啊，等等呢，这拢总是虚妄的俗。 但是众生呢，就是安尼伫咧颠倒啊，所以本性平等，要甲逐个人讲，本性平等啊，无高无忌，毋免呢，一定都爱去追逐啊外面诶境界吼、啊，还去做分别啦、啊。所以本性平等，无有变异，咱诶心都无有起伏。 证明讲过去，人有生老病死,分死、分段成死啊。那小性的圣人呢，他、那、的、个、心啊，也未到到圆满觉的意境，也阁有变圆啊。所以佛陀呢，用种种的方法，从凡夫一点呢，到小根基、中根基，希望伊会当成为。 迄个大根基啊，所以爱立希望上，本性平等，逐个爱知，就无变易，一切诸佛啊，无不规范、啊，处罚心自修至成正果。佛得开一条诶道路，诸佛拢总是安尼啊，就是有即、这个。 规范啦，你安怎修啊？按照即个道路去修吼、啊，那会当回归咱诶本性，安尼就会当成正果啦、啊。安尼叫做实反省吼，那即叫做真实法啦吼。那第二呢，叫做真实地吼，就是实地，那就是领教真心之地。 清地不虚，咱会当照贴了真实的性，咱的性本来就有啊，只是无明掩盖去，咱家己无发现，是嘛呢？照佛陀一地啊，安尼呢来照耀咱的心吼，所以让咱家己的自性会当头反观自性吼，那安尼呢就是清地不虚。 所有的道理啊，都是真实啦、啊，名叫做实地吼、啊，以此实地为道啦、啊，故名实地菩提，这就是佛的智慧，真实的智慧吼。那那要用譬喻的，著爱真多啦、啊，所以以上呢就是佛之真实地吼、啊。那佛。 基自净圆满啦，现在呢，就是咧应机开始众生，还是呢为佛子方便的哈。那既然佛多呢，自觉又是觉他啦，觉性都圆满啦。来这个世间呢，就是应众生的根基啦，安尼呢来开始，这就是佛呢。 会方便的吼，所以啊，佛就是啊，一代事教方便，要发福多来人间呐。本来是遮尔正简单呐，得知人生，明心见性，要互逐个人知影，你有心，你就是有，各佛平等啊，诶，智慧。所以啊，人人本具佛性。 确实，众生呢都是受希望幻计啦，吼，所以互咱呢定定，这个心起起落落，安尼变易不定啦。尽管发心啦，但是呢，过了一段时间呐，咱还带又是搁堕落啦。这嘛、個、就是咱呢凡夫呢，所以不得及时觉悟。 咱现在知影，佛陀的智慧啊，呐，咱爱了解实法、实地吼，佛陀一真实法，佛陀一真实地啊，呐，就是啊，要向咱众生来开示，毋、嗯、只是佛本具，咱人人都本具啊，呐，就凡呢。 真正是真心真快吼，希望人人爱甲即个心性合一啦，安尼呢，自然咱就慢慢会当体会，好多会彼此相吻吼。好，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！